大家好，我跳波。大家看到了吗？那个小狗又越狱了。然后咱们今天该怎么惩罚它？惩罚它呢？我有个好政策哈，那就撑死它。来吧，反正已经到喂狗的点了，一会儿撑死它，让它吃到肥的走不动了，看它怎么再越狱。来吧。今天看几个能撑死他。环保。这家伙不知道能不能跟修罗一样吃那么多，不过呢，这家伙食量也是相当惊人的啊！每天总筹谋着越狱，肯定。每天总策划着越狱，肯定也就是运动量大一些，食量应该会很大哈。这是第一个吧？今天看几个能把它撑死。都是饿疯了嘛，你这是每天，虽然你不知道休息了，每天瞎折腾。哎呦，又搞定了这个。对，昨天有朋友讲说喂鸡架，喂不起。其实喂鸡架是最经济实惠的东西哈，大家也不要想着喂鸡架喂不起。而且呢，鸡架1块多钱一斤，然后你喂个狗粮要喂3块5块的狗粮，还不如直接喂它吃泥巴，好吧？然后，喂狗粮的话，尽量不要低于10块钱哈，10块钱以内那狗粮没法吃，好吧？基本上这些东西啊，可能大家了解多了就知道，那狗粮确确实实没有什么东西。接着喂。
大家总说他这个咔咔咔嚼鸡架的声音解压，解压吗？然后我每天听多了，有可能是，然后真没什么感觉。也总有粉丝让我多拍这种啃鸡架的视频，然后多录下这种声音。晚了第几个了？到底是几个呀？大家查吧啊。Come on, baby.这家伙就是以前为了抢鸡架，没少，有时候又会分不清我的手跟鸡架，经常碰到我的手那狗吧。这东西啊，怎么总也吃不饱那种感觉？但是呢，最近这个体型啊，稍微肥那么一点吧，啊，还控制一下，可以再肥一点，但不要肥太多。然后今天。还要不要喂？我感觉还是不要喂了为好。毕竟狗吃东西不是说吃饱了就是好的，好吧？不过今天吃了几个，大家有数吗？帮我查好了吗？好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大家。